我不想再当正经人了，我就想当个女流氓，吃你家的，喝你家的，住在你家，赖在你家，怎么样？从未想过能够遇见你，你走进了我的。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把上海买下来，你看大概需要多少钱？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。那我该问谁？问你的主治医生。你说你喜欢瘦的，那我可以好好减肥。你说你喜欢聪明的，那我也可以好好学习。你说你喜欢有钱的，那我也可以努力打拼。但是你说你喜欢丑的，那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过年了，过年了。地球上总共有16种猪，包括生活在非洲的这种长相奇丑的猪。这种猪叫油猪，性油猪喜欢群居，甚至互相帮忙。Hello， 给你们录一个化妆视频。喝水，精华，一管现在不够，乳液，隔离。是两种混合在一起用的，加粉、眉笔，先画出轮廓，画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腮红，眼影打底，粉色的打底，深色的加深。画出轮廓，开始非主流款。打鼻影，我的脸就不用秀了嘛，去打鼻影。高光一定不能忘啊，千万不要打得特别亮啊。刘二刘，吃个年糕。我很羡慕你。羡慕什么？羡慕被我这么优秀的小可爱喜欢。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。这个鸡腿，一会儿吃火锅去啊？我没钱怎么办？没事儿，那都不好意思，我自己去。难道我有初恋了？不可能，我有初恋了。可是真的初恋了，这一种 feel。90斤的女生很漂亮是吧？哎，老娘180斤，
我双倍漂亮。